大家好，我是郑匡宇。从今天开始的每一天，我都会录制一个短视频送给大家。从星期一到星期五，聊的话题呢，从陌生开发、人性行销、两性关系到激励演讲，全部都会是我涵盖的内容。相信你会和我一样，每一天都透过这些短视频，不断的激励自己，设定目标，也达成目标。